一仙敬礼十力尊，离垢清净无奈见，警戒深远无伦匹，入入虚空道中者。这都叫颂言，这个颂啊，颂前面的，前面的意思，或者是有没听清楚的来重诵一遍，有些法会来晚的重诵一遍，让他还能知道的。因为我们过去的烦恼习气，说心里所做的使他都捐除，把这个捐除嘛，让他照着佛的菩提，这种意思呢，就是把你的阴性当中都清净，使你的愿不退，这是行为的菩萨，实行为菩萨。有时在修行当中继续的发大愿，以这个愿呢来导你的行，完了使你的真性体修全修和再性，同时显上头的果性。果性是指着佛说的啊，指着佛理上说的。闻到佛的果性，开眼你修行的性，就是实行所行的果性法。有关所化众生的机，众生一切性跟果性是相同的，以这个自造智慧照料所修行的达到果性，同时也认识到一切众生啊跟佛无二无别的，同具此果性。所以说这个颂，颂的含义。刚才念这个颂，一心敬礼十力尊，是归佛，无所归无所依，就是依佛归向佛，依之佛，就十力尊。离垢清净无奈见，这不归佛，要归佛的这个赞叹佛的清净无奈的智慧，同时呢，这个境界是没有境界的了，有没境界的境界才深才远，才没有伦匹。咱们见着一些境界呢，执着一些境界，不知道境界是没有的。比如咱们见着法堂啊，什么这些人呐、这些工具啊，这些形式，对，有吗？没有，没有是现实。那现实是浅的，不是深的，那浅的、近的，不是深远的。那你达到境界深远相是什么呢？一切万法皆空啊。是性体所显现的境界啊，这样的才能注入虚空道中者。这指十方一切诸佛，是离垢清净无奈见，境界深远无伦别，注入虚空道中者。就是我们的清净心说句赞佛赞叹佛的清净业，在佛就是业了，成就的圣业，这是显佛的德的，
显佛的德呢，显佛的智德，显佛的断德，显佛的能德，这叫三德。这种赞叹记录赞叹佛的三德呢，跟咱一般的赞叹的不相同。过去人中最著最盛，功德无量无所着，勇猛地狱无等伦，比例成者行此道。过去十方诸国度，善能开眼第一义，离入过乐最清净，比无一者行此道。未来所有人师子，周遍游行于法界，以发诸佛大悲心，必要一者行此道。三世所要无比尊，自然除灭于此难，与一切法皆平等，比大利人行此道。就是一共有八十五戒啊，以下入世送着有八十五戒。这把钱呢都说了，都送了。是把实住的也再送到里头了，实行的、实住的，这实行位是从实住，发了大菩提心，行菩提愿，才有这个次第了。举这个次第的，这颂言都是从次第的。要位说，位是行部的，一行一行一行，就是行部的。义理上，这义理上啊，理上又把它圆融，就是行部圆融。圆融当中有行部，普遍住法有别法。普遍住法就是一切世间相，这是总说了，但是这里头有别，这里头有圣人，圣人观就是不是这样子的了。有同有别，业有别，一切事物有别。说现在过去的一切的佛国度，能够开眼第一义，赞叹这个谁能这样做呢？是吧？实信满心的菩萨，行住住在菩提心，发大菩提愿，能够这样去做。从这开始，乃至到佛是宗了，是宗了。这个中间就有行部，一位一位。但是行部即是圆融，就在这个义理上不懂。咱们可以举咱们普陀寺的例子，普陀寺是总说，各个院各个院，来这儿的有来这四五年的，有了七八年的，有的十几年的，这都叫行部。总说呢，就是普寿寺的修行者，这个就圆融的了，没有分别的。但是寺有次第，有来的先后，修庙的次第，好像有个起头，好像沙尾还没有啊，还没到尾呢。一位一位的，一一的来说，这都叫行部。总说不分他在这儿来几年了，反正是普陀寺的学者行者，这叫圆融。
圆融呢就是无奈的意思了，圆融的是无奈的。那你圆融的时候就同说，就这说普如寺，说普如寺的师父们很修行很持戒，这是同说。那各个不同啊，每个班次都不同啊，那就别说了。说圆融者有同教有别教，解释圆融的含义的时候有同有别。说寄诵就是这样的赞叹之声，离了一切过患最清净者，一切法无所依而行四道的，未来所有人师子啊，将来能成佛，现在不是，就是现在是吧？是，人师指佛说的，这些个佛子周行在这法界当中，但是他们都发了大菩提心了，跟诸佛相等的发诸佛的大悲心，摇一些众生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，一切断烦恼的，一切圣者，一切修行者，但是这在法上平等平等。这送残头的寄送啊，这要别行要同行，在寄送里头这样子赞叹啊，一下就多了，这个寄送就多了啊。普见无量无边界，一切诸有悉诸取，其见以其心不分别，彼悟动辄行十道，法界所有皆明了，与第一义最清净，融破嗔慢及愚痴三恶道，三毒都破除了，彼功德得行死道，行者有功德了，就是道恒有了，就是这句话都能这样做到，就破三毒，破贪嗔痴烦恼，要自修。所以利益众生啊，宇宙众生善分别，悉入法界真实性。善分别就对众生教化的时候啊，说法不同，对，一一合法得住者给他说说法，反正目的引入他法界真实性，入法界正真受实当，自言觉悟不由他，彼者空，彼等空者行死道，观诸法皆空，觉悟的时候是自己的觉悟。说那不是因为学佛法，因为佛的教导我们才觉悟的吗？佛只能跟你说个方法了，等你觉悟时候不是由他教，自然觉悟回归你觉悟的妙明真心啊，回归你的法相，谁如果这样观，观着真空觉相，彼等空者行死道，是这样去做的，这样的去修行的，净空觉悟，觉净空所有诸国度，西方说法广开喻，尽虚空，在虚空之内，虚空之外还有啥？虚空没有边界的了。说尽虚空所有的国度，国度有边界，虚空没有边界。所有在这虚空之内所有的国度，国度一定有众生啊，一定要有琴弦呢、啊、
说道这是一报，到这一报对那正报众生给他干什么呢？说法。说的是什么法呢？现在咱们演华严经就是华严的大法。让他直接是发心行菩萨道成佛，说的就是这个法。说说清净无能坏，谁能把虚空坏了吗？而且这是真空，还不是妄空。真空是无障碍，是解脱的，是圆满的。所说的法清净的，任何魔也坏不了的，任何反对者反对不了的。说清净无能坏的，无能坏的意思，彼世摩尼行此道，说佛乃是佛的弟子，就是这些实行的菩萨，是吧？他们都能做得到，都是这样去做的。具足坚固不退转，成就尊重最胜法，愿力无尽道彼难，彼散修者行此道，无量无边一切地，广大甚深妙境界，岂能如见没有前，彼论师子所行道，一切句意皆明了，所有议论悉摧伏，于法决定无所碍无所疑，彼大摩尼行此道。这几颂啊，赞叹修行实行菩萨的体，颂他的体。就上头了这个，一共七颂，一颂是四句啊。一切这真体所起的妙用，这个妙用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这作为，体必具用，用才能显体。这大菩萨的修行干什么？修行利益众生啊。这是赞叹颂，赞叹这个，同是总显不可思议的，心无分别，心无所动，心于法界等。但是法界要分了，于法界等啊，是与四法界等，那就是菩萨行些道，要做一些事儿；与离法界等，跟诸佛同一体性，观入理。但是四即是理啊，四是显理的。那理能有人成事啊，没理成不了事啊。那这个就成就了理事无奈法界。显示什么呢？事有惑眼，理没有。成就理了，把事的惑眼都破除了，事都变成德。同时在颂中有两戒，说等虚空戒。那讲讲这个等这个虚空戒啊，刚才说那个，把它分别说一说。虚空没有分别的，只能去分别心空吗？只能显现一诸法的缘起，显现万象。那菩萨入了真实相，明白了，住在这菩提心上，信心圆满了，成就了，住这个心地上，心地上，这叫入真实境界，明心见性，开悟明了了，那这个是无分别的，就这个空义。但是这个无分别不耐与众生的分别，所以说等空，这样等空的，入了法界里等空，法不离心等空，
成就不是道，还是等空。空它是广大的，无边的，空是清净的，空是不可坏的。就是显示虚空的道理。那么这其中下头三界是送菩萨行的，说叫殊胜行，殊胜行。这个大家可以对到前文呢，自己去对，我们这送对前文，这就在修行，这就观，观，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观照，不要听我说，所以你要自己去观照，去照，观照是什么？关照你所做的，要了知众生界，也了知自己，这样的关照之后才能入众生界而无障碍。无障碍就是你所修行的没有障碍，逮住果度，行手没障碍，与你自身不论生老病死苦怎么样流转，无有障碍，清净的，说法清净的，自行没有障碍的，一切邪魔外道议论不能破坏的，外障所不能障，内障没有了，同时这才以无量的方便发的大愿，行的大行，这就叫修行，这叫善于修行。所以能有这个境界，是因为智慧增长了，一切自性增长了。智慧增长了，在一切处、一切时、处是地点、时是空间、过程，都无障碍。同佛所行行过，实行菩萨所做的，都是诸佛所做的。同于诸佛，这时候觉悟一切法，知道一些众生根，能调伏众生，渐令入佛道。远离世间诸国患，普于众生难闻乐，能为五等大导师，彼圣德者行此道。恒以无欲施众生，普令一切皆欢庆，其心清净，离杂离眼浊，彼悟等者行此道。意业清净，恒飘散，离住细论无口过。意业清净了，所说的法都是善法，能飘散，能够随机，所有的言说没有细论，没有口过，细论说法，这细论说法就是没有利益给人家，叫细论。微光圆满无所欠，除彼罪圣者行此道，入真实义道彼难，祝歌得处心容寂，祝佛护念恒不忘，彼灭有者行此道。这个句子啊，说入真实义了，到了彼难了，住的所住处功德处，心呢永远寂静，冷且常在定啊，永远在定中，常是寂静的。这时候得到诸佛的护念，人得到正得上头所说的空理，说的空理，灭有者，灭有就是空，行此道，灭有正空。
原来与我无脑汉横以大心玄自伐，十方国度没不走，必觉疲者心死的。盘剥罗密已成满，白府相好所庄严，众生见者皆欢庆，必罪圣会行死道。罪圣会行死道，这送那个咱们这个第一行的欢喜行。波罗蜜已成满，白府相好所庄严，众生见者皆欢庆，必住圣会行死道。一切众生见着都欢喜，就欢喜行。他这以法布施，以财布施，给一切众生难闻，对财没吝啬，那对法更也没吝啬。这就是赞叹。赞叹什么呢？赞叹欢喜行。那个欢喜行前呢是无畏死，得果之后让一切众生都无畏。这欢喜布施有三种，有财布施、无畏施、法施，有法布施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完了一切众生都生欢喜。自力甚深，难可若。能以妙慧善难住，其心究竟不动摇，比坚固行行思道。法界所有悉能入，随所入处显究竟，神通自在没不该，比法光明行此道。诸无等等大摩尼，勤修三昧无二相，心藏在定乐寂静，比普见者行此道。威信广大诸国土，更相摄入各差别，故其境界悉了之，比自三王行此道。一常明解离住垢，与三界中无所着，护持众界道彼难，此净心者行死道。这几句偈颂啊，是饶于一切众生，坚持律恒，所以那个清净离诸垢，对欲界色界无色界无所执着，赞叹戒律的护持众戒道彼难。所以这个心呢永远是清净的，行菩萨道。什么道呢？摇移行。欢喜行底下是摇移行，摇移一些有情众生。第三句是解，总解前头的一段啊。自坏无边不可说，普遍法界虚空界，善能修学住其中，比金刚会行思道。三是一切佛境界，智慧善入西周遍，会上展起体验心，比如圣者行思道。善能分别实力法，了知一切智处道，深夜无奈得自在，比功德神行此道。十方无量无边界，所有一切诸众生，我皆救护而不舍，比无畏者行此道。这一共有四颂。四颂，这是送什么呢？送的无为密行。前头讲的无为密行，无为密就是隐。咱们说持戒忍辱啊，现在送持戒了，现在送忍辱，无为密行。
我问你嘛，咱们经常讲啊，难受苦，哦，剃官肠，难受苦也，这得靠定力啊，苦来了那个难言忍受，还没有能忍之心，也没有所忍之相，忍无所忍，还有观察一些法，这可以引出现象很深入一点，观察一些法皆能领受，领受是得靠耐力靠引力啊，这叫法引，这是无声法引，引一切诸法无声，因为引一切诸法无声才能明白一切诸法无声故，才能无灭了灭生死，这才能够了灭生死，但是难受苦，咱们如果有病而别人恼害，不但不生起烦恼，而生起欢喜心，这叫功夫啊，这叫修行啊。生病这是咱们常有的啊，不过你观察，会观察者在他反面的看，为什么要生病，四大不调，四大不调是因为我有身呢，我为什么要生这么个身，哦，这是业报，业报你得追根呢，这个业报啊，业报是我做的业呀，我自己做的业自己来受报，那你怎么办，你要忏悔，忏悔啊。佛教导我们说，病苦是良药，病了在痛苦当中思想不胡思乱想了，也不想去贪财去了，也不想贪色去了，但是咱们有时候把这个色呀把它局限，因为很小啊，因为男女关系似的，不是的了，事是一切相，一切事物，那有情界里头一切事物凡是境界都叫色，如果是一样的，说我想买一盆花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，那这样用心啊，买这盆花，我自己看着花非常的喜欢，说摆自己的座前呢，摆那屋子里头啊，我看花，那这又不同了，只有善于用心，善于心，完了，这个叫无违逆，叫无违逆行，要忍受，病是逆行，不违背逆行，把它顺过来，不但不违，还要顺转啊，在病苦之中，你要能够升起欢喜心。啊，我这业障消了，就消了，我就又少一样麻烦，将来成道的时候又少一个障碍。如果你如实想啊，你那病的苦啊能减轻很多。如果你一嫌苦，哎呀痛啊难过呀、啊、没办法呀、啊、打针吃药都不灵，都是你的心。但是这位菩萨可不是像我讲的这样子观察法眼，那他们已经住得性空的道理了，他生了大菩提心，他相信自己跟佛无二无别了，他住在空性当中了。我说这个是咱们现实生活之中，是咱们大家观想时候不是这个瓶子，我把它深的呀用浅的来解释，那么自己得到受用，都要害病吗，都有不如意的事儿吗，要忍，人呢不但不跟他相反的，而是站他同一条线顺着他去做，这叫无为逆啊，这样你会得到受用的，你得到受用的，得到什么受用呢，起码你苦你减轻一点，你渐渐入理了，咱们前头刚才讲四法界把它引入理法界，
还有人家冤家来害我的，冤家来害我的，我忍受了。怎么忍受的？做还债想，遇到伤害无恼恨，无闹恼，没烦恼。从哪增长救护心？所以观察一个人，观察一个事，你要知道这个人呢，菩萨化身。就从这些个啊，能够耐冤害、遇害、无恼啊，增加救护别人的心呢，知道这个人，他是菩萨化身，这是菩萨实现的，起码过去善根很大。我现在看小说时看到这么一段话，对一个宰相吏部天官，他在家庭里头啊，处家庭处朝廷，他从来不对面度烦恼，从任何事他不着急，任何事他也不烦恼，他想的都是别人，没想他自己。当他的夫人太太要考验他一下，说看他烦恼不烦恼。我找你上朝了，要上朝的时候，衣服上袍都有朝服啊，都穿好了，坐着椅子等着上朝。那他每天呢上朝呢，要喝一碗汤，暖暖心呢。那时候上朝的大官，天还没亮啊。天上五谷王登殿嘛，过去国王听到是享受啊，他天不亮就得上朝啊。大臣在家里赶到朝房，朝房有进了朝房等着。你没有到故宫逛过呀？你看到宫殿里头，它两边都有朝房，各有各的房子。那你进去了，一定赶到皇帝前头啊，还没登殿呢，在朝房等一下。这个等的怎么的？打鼓了。打钟了，那么大家陆陆续续升殿了。他在家里头时间都很紧排的。那么他太太就告诉那个侍女啊，侍女啊，丫鬟呢，告诉那丫鬟说，我今天呢，你到的老爷的跟前，你给他端这碗汤，你故意总摔个跟头，把这碗汤撒到他怀里头。那丫鬟咋敢干呢？说，他夫人我不敢走。说不要紧，有过我承担。丫鬟得听夫人的了。丫鬟去了，那把这碗汤，啊，果真装个摔个跟头，就倒到这个宰相怀里去了。他太太就跟着过来了。那他发气，他得掩护这个丫鬟呢。你说这个宰相说什么？他没有说你这个烫到这儿，他问那个丫鬟，烫了你的手没有啊？他把一碗汤倒，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时间紧排，他反来难为他，说把你手烫到没有？像这种情节，我看看小说看到这段，我说这个人啊，过去一定菩萨化身。说完事做这金牌，还有一个故事。正在杀他的时候，他家里人去安慰他，去看他去，家里都在哭。他说：“哭啥嘛？我倒在床上死，你们更难过。”他这一下子很简单，往里面收个书就是了吧。在这种生死别离，你刑场会这样。他能心里安安静静的，他想的是别人，没想到他自己。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这转移目标。直到我们菩萨有大的那个大的这个神通的妙用的时候，修道修得差不多的时候，他的病他能转到桌子上来，他脑壳痛，把他转给他，让他痛。他不痛了，这叫在这个道家的功夫叫五行大变运，
怎么叫五行道呢？嗯，金木水火土五行，本来是在金子上的病，我把它搬到木头上去了，这就五行大完缘。本来是我的身上，我搬到物质身上去了，这就叫什么呢？我就把它经验难受因苦，难忍忍受，对待一切冤害呀、啊，不烦恼，不但不烦恼，还增长你的救护心。遇到什么伤害不恼，不但不恼，而且增长救护众生的心，冤害都是苦的了。冤害人，遇了害了不生烦恼，要什么病了呀，这才叫修行。咱们看那个在家的历代历史小说古人，说是这一种的大多数都是菩萨过去修行的，不也没有这个功力啊，哪有这种功力呢？这叫耐冤害忍，遇害无恼，难受苦忍啊，那苦来了不管那八苦交煎，那个那皮难难静静的忍受，受了就是还报了。你要欠人钱给了多舒服呢，就是在这种时候你还报了，同时要发愿了。咱们都普贤恒愿品，带众生苦，回向的时候带众生受苦，那不是说句话呀，念经上是说句话，念念经文，要你在受的时候你真正想到了，没想到自己，想到众生啊，凡是有这种苦难的众生我都替你们受了，现在我就受了，我受了你们别受了。像我们害点病一点烦恼啊，那脑子里不想胡思乱想，想些个什么能还想到佛所教授的法上来吗？学法行法，所谓修行者不是一天你坐那儿，我坐那儿念阿弥陀佛，我说打坐参禅，那叫修行。要立誓，要在你经历的事情当中你把它用上，佛怎么教导我们的，我应该怎样做，你把那个你所学那个经典的话你拿来用啊，就这么做啊，把你心导向于遇害无恼，增加你救度众生信心。这是忍，以下的偈颂啊，都是赞叹的精进。与诸佛法勤修行，心禅精进不懈倦，静自一切诸世间，比大龙王行此道。了知众生根不同，欲解无量各差别，了知众生种种住戒皆明达，此不入者行此道。十方世界无量差，西往受生无有数，未尝一念生疲厌，彼欢喜行行此道。普放无量光明王，照耀一切诸世间，其光照入，其光所照入法性，此善慧者行此道，震动十方诸国度，无量亿数诺又陀，不令众生有进步，此立誓者所行道。这是无取扰，无取扰，无取扰。什么叫无取扰？不被那个扰害，把我所行的正道去弯曲了。这善于修精进度，引完了就是精进。得学习佛法，勤进不退断，心常精进不懈怠。有这种力量。
再一个，也是五个，一共有五个计生，五个计生，这叫修精进的加刑法。咱就行受精刑，你要修行先修加刑，加刑，这叫修精进的加刑法。这里送着送这个，咱们在这个经文上着披甲精进呐、无懈怠的精进呐、各种精进啊，每一送就站在这个，站在这个，不要懈怠，这得靠有智慧的，为众生受苦无懈怠，对心修佛法无懈怠，对世间种种的无量的差别，你都在那儿受过伤，往那儿受伤是不懈怠，要精进不懈，或者一生两生无量生，生生如是。叫行菩萨道，常是以光明破除众生灰难，说叫善慧行菩萨道，有善巧方便慧，而不退堕，加行的精进不懈，待众生受苦。善解一切语言法，问难愁对喜究竟，冲折变会没不知，持无畏者所行道。善解扶阳助果堕，分别思维得究竟，其实住于无尽地，此圣慧者行此道。这叫离慈滥行。这个偈颂就是占无慈滥行的。说一切言说，一切的对一切世间境界相，四法诸法为世间相成住，智慧明达，没有错乱的。这要是禅定的功夫，深入了才能没此滥，定中无此滥的，这达到一切诸法的真实的智慧，得到究竟，以此摇移众生。那这几颂呢，就是赞叹那个定力的，定力的功德无量，诺有陀唯修佛智皆修习，与一切与其一切道比难，此物先进行行所行道，超出世间大论师，辩才第一师子侯，普列普使群生道比难，此境心者所行道。这叫善现行，是一日智慧而起的大悲心，大悲心，悲心善行，把他行为就成为利益一些众生的行为，达中这种境界，功德无量的求佛道，要修习功德，功德怎么来的？利益众生，度众生道比难，这叫善现。善现是方便善巧说法，要我们做一件事儿，照本宣科很容易，让你自作主张，想方设法的把这个事情完成很圆满，无缺无限，这个难了，做容易，要是把这事情办成很圆满，那就难了，
达到目的。比如用世界相说，有时候你用思想想啊，所以古人古来的对的一个看一个政府的官吧，什么样是最好的官，什么次等的官。举例来说，两个将军让他守两个城市，守两个，一个在战场上死了，战死了，一个他想种种的方便把这个城啊守住，守住，他守住了，那个战死了。在论功行赏的时候，大家都同情死者，因为死者呀，他把生命都牺牲了，但是他没完成任务啊，阵地没守到。这个不管他怎么想什么方法，他把阵地守到了。古人形容这个有两句话：慷慨赴死也呀，从容守土难。说要达到目的，修成道，了生死。那你没达到目的，那你这个修行没成功。另一个，他不管他怎么样，他达到目的了，他修道成就了。就是形容修行也入世啊。你在世间上行道，你得有方便善巧。而且度众生达到众生的目的了。你修行再好，而入定了，得了什么这个那了，那空旷，一个众生你都没动。就是自度度他。论功行赏的时候，那讲理度他的，绝不会讲你自利的。因此的。有这样的来乱，在你修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也是这样的啊！你自己想，就是这样想啊，无此滥行的目的，现生你所住的世界，你所生活当中的世界，随顺世间，随顺宪法。四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，不是由你的意志来转移世间。你千万莫要被世间相转，就是转移世间而不被世间卷。在现行法的当中注意时间，要生欢乐，不论散法心法都入世，都入世，这叫无慈了，无慈了，有智慧，正得真实智慧，达到究竟，达到究竟，这才饶以一切众生有情。在戒律当中，三句境界最难的是饶以有情戒，饶以有情戒，这个就不论菩萨他自己是说破戒了持戒没持戒了，那看他为什么，他为了利益众生，但是利益众生他不持戒行吗？但是戒里有个饶以有情戒，他持的是这条戒，
年250届都没犯，他一个众生也不立，你专门立你自己，他也不取，菩萨不取。十三法界，十律仪界，摇仪有情界，这三个界，你看到哪个最重？没，菩萨的品位就这样，叫戒波罗蜜。摇曳有情，就令一切众生都证得究竟无余涅槃。还是你自己一条一条把戒律持清净，那你证个阿罗汉果，不错了。但是这个呀，成佛，成佛，这叫究竟无余涅槃，不是有余涅槃。功德无量，诺由陀，唯求佛道皆修习，以其一切道彼难，此无尽行所行道。超出世间大论师，辩才第一师之好，不是群生道彼难，此静心者所行道。善现方便善巧，以这智慧而起的大悲，以这大悲而利益众生。诸佛灌顶第一法，以得此法灌其顶，心恒难住正法门，彼广大心行此道，一切众生无量别，了达其心悉周遍，决定护持佛法藏，比如须弥行此道，能与一一语言中普为四现无量音。令彼众生随类解，此无耐见行此道，一切无与文字语言法，自己散入不分别，住于真实境界中，只见性者所行道，这是无着性啊，善现性无着性。对，这个说这个行菩萨无着性的菩萨，什么叫无着呢？不执着。什么叫不执着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，行。善巧方便，善巧方便，善巧方便就不执着，是吧？在一切语言中，就能发现实现了无量的人生，在语言之中表达无量人生，但目的是要众生随类各得解，让众生能够了解你的语言。能够得闻了你的法，听你说的话，他能够理解，理解了之后而能依着去做。但是在一切文字语言法的当中，你有的智慧，有的智慧能善入，这个善入就很难了，很难了。在你本身不分别当中而叫其分别众生各种各类，说如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这就是智慧善入不分别，它是一音，而众生各种种种类类都能明白他说的话，这是因为他住真实境界中，见了真实境界就见了真理了，见了真性了，这是他所做的，说这样的无执着，对，救济一众生的善巧方便。难住甚深大法海，善能印定一切法，了法无相真实门，
实践实者所行道，依佛陀皆往矣，具无量无边界，观察思维没暂停，此非谢者所行道。无量思维没暂停，了谢了，此非谢者所行道。这不是懈怠人所能做得到的，必得精进啊！就正为这个懈啊，无量无数诸如来种种名号各不同，与一毛多悉明见，此净福者所行道。一毛端的一毛端处见诸佛，其数无量不可说，一切法界皆一言，比诸佛子行此道。无量无边无数劫，于念中悉明见，直接修处无定向。修处处是当短字讲的啊，修是长，就是这修的长短没有一定向。此谢特行所行道，能令见者无空过，皆与佛法众因缘，而一所作心无浊呀。比如最胜所行道，若由他解常遇佛，终不一念生疲厌，其心欢喜转增胜，转更增，此不空见所行道。皆与无量无边界，观察一切众生界，非常见有一众生是坚固是所行道。无量无边界，观察一些众生界，还没看见一个众生是坚固此故是所行道。这一上头有八句吧，一八句，八个计算。一个是自己所行的愿，那是第一句开始自行写的。以下的呢，第一愿之下有四个愿。第一愿是自己所行的，善住深深大法海，三能印证一切法，有法无相真实门，此见实者所行道，是自行。自信以下有四个戒，这四个戒啊都是神通妙用，菩萨所实现的神通妙用。这以下又有三个戒，一戒嘛，第六戒是教化众生，第七戒嘛，自己去求菩提，无量劫常见佛，终不一念修疲厌，就是求菩提心呐，一点不退堕的。那最后这一句呢，成熟众生，成熟众生，无量劫观察一些众生界，未曾见有一众生是坚固所行道，终日度众生，不见众生相。难得行啊，难得行，难行的能行，就是这八句颂。修仙无边福自障，普作清凉功德慈，利一切助众生，令一切助群生，彼地依然行此道，法界所有诸品类，普遍虚空无数量。留彼介意言语所著，使狮子吼所行道，能与意义三昧中，普若无数住三昧，悉知法门优耐处，此轮越者行此道，引力勤修道彼难，能引最胜尽灭法，悉现平等不动摇，此物编制所行道，一切于世界一住处，其身不动恒寂言，于一切处与一切而与一切普现身，比无边身行此道，无量无边诸国度，悉令共入一尘中，
不得包容无障难，彼无边死，彼无边死行此道。这叫善法行，善法行。那第一句诵啊，就说他修行力。第二句诵就说修思宅力。第三个诵词就修定得通，得神通了。但是通嘛，定得通、报得通，有两种的通啊，不同的。那最后是变化通，无量的无边的果道。但是在意微尘中，悉能摄现包容无障碍，意念一尘中包容着无边的果道，没有障碍，这是变化。无边思行此道，就是善法行，善法行啊。其实用这个定，用这力啊，这个力有菩萨所证得的，跟佛的实力相同，不是全分的啊，不是满分的啊。他所修学的力量的实在力量，修定的力量，修通的力量，但是有定得的通，有报得的通，完了最后是得到变化通。那前一半的偈颂是摄持正法，后头的呢不断佛种，不断佛种是大悲心利益众生，弘法在世间，这是法不断，这大悲河像河水一样的永远不断。这是佛的实力字，形容佛的实力字。最后呢是愿和字，大愿大字。了达是处即非处，宇宙力处弗能住，成就如来最上力，彼地一力所行道，过去未来现在是，无量无边住业报，恒以智慧虚了之，使达解者所行道。了达世间实非实，入应调伏众众生，悉顺其意而不使，只善了者所行道。这是属真实行的，真实行的语言就没少。语言呢就是少，不是那么多的啊。真实，真实入了实际了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入了真实字了，了达这个世间实非实，是不是调伏众生的时候？不是的，非实，那就一切都停止。是时间要调伏众生，是了达这个实非实，是时调伏众生，众生就得度，非时不应当，非时就不是调伏众生的时间。说法要直接直处直实，时地事物人这一切环境，菩萨得有这智慧了达呢。这举一个时就包括了这个地点，是不是说法地点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国家规定在寺庙当中，在道场当中啊，准许的了，你可以说法不犯错，这叫实非实。我这举例了啊，处非处，这个处所不对，这个时候不对。菩萨他能够清清楚楚了达，必遂其意，
一样顺其就应当不应当，而不要失掉。应当的时候不要失掉，不应当的时候你不要去说。那大菩萨他有大智慧了，他得度不得度，是不是戒？是善了者所行道。说是法有正相末，在末法时候不是时候了，不是时候了。正法时候是时候，相法还可以，等末法了，也在说也在行，成道的少了。乃至于说道的也没有了，连经书也不存在了，法将灭矣，法就快灭了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非实。这是说真实性，送佛的实力的了啊。善守身语戒业，恒令依法而修行，离入取作降诸魔，此自心所行道。与入法中得善巧，能入真如平等处，辩才宣说无有穷，持佛行者所行道。脱了迷门已圆满，善能难住无奈障，与入法界悉通达，此身入者所行道。这有三个寄送，送三世诸佛的，送三世诸佛的，三世诸佛说的一样话，没有二语，没有不同的。就是说依法修行，诸佛都如是说。依法修行，说把你身口意呀、守好，依着佛所教授的，依着觉悟的方法去做。你千万不要有取有作，有取有作就是模式，要降魔无取无作，智慧心所行的平等道，在一法中能够善巧难力，能够得到犯法真如平等性，有辩才，玄说无有穷尽。辩才的含义呀、就是能够说人家文法的得度，就叫有辩才。直机直法，以什么法对什么机说，那叫相应，这得到善巧，这才入到真如平等处。这玄说呢，没有穷尽的，这是持佛行者所行道，是行佛道者的所修行的。陀罗尼门圆满，说总持法门一切都圆满了，善住难住无奈障。障者是寒常意，这个是寒常什么呢？寒常的无奈，一切法无奈，自在无奈，说法无奈，度生无奈。难住的是无奈障，与入法中悉，与入法界悉通达。这个是法界悉通达呀，是真理，就是真相。这个在这地方讲法界呢，界是升起，是指之心，心生诸法，就叫法界。一切法归于界，一切法归于心，这法界通达了，这个根本了，是深入者所修行得到的，深入者所行的道。三世所有一切法，悉与等心同智慧，一性一相无有殊，此无奈种所行道，
以见一切于此末，深入广大智慧海，普世以普世众生清净眼，此有目者所行当。这个要在这单解释一下，给予众生清净眼，给众生法眼，法眼就宰法之眼。给众生清净，是众生眼不清净，智慧没有，清净眼就是佛的智慧。得了清净眼的，得了智慧的，他所行道就是持有目者所行道，有目者就看见了，看见光明，看见正道。没得清净眼，看不见正道，就这个含义。据一切依据一切诸导师平等神通无二性，只有一性，一性无形。什么呢？平等神通，乘法界离起而显现的观一切众生平等平等。这个能观一切众生平等，能把一切法看成平等，得有大力量啊，所以加个神通无二啊。这是因为怀得了如来的自在力，才能产生这种神力啊。这个神通无二啊，必须怀得了如来自在力，此善修者所行道，善于修行人用这样的行道，遍有一切诸世间普语无边妙法语，悉令语得觉了此法云所行道。这本来是十地菩萨，法云地的菩萨。现在呢，用实行菩萨、真实行菩萨与法云地的相似，相似也等于正实地了，这都是实地菩萨境界。能与佛子及信徒深入净信融不退，以信而生的智慧根，此善学者所行道。同佛的善根，与佛的善根一样的，能有一念悉了之，一切众生无有余，了彼众生心自性啊，达无性者所行道，究竟成就的所行的跟佛一样无二无别的。咱们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善，三皈吧，就是咱们所行道。十方诸佛也是入善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善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众生心跟佛心是一个，一个，这些个都站成圆满了。法云地的菩萨是圆满了，真实行行的菩萨还在修行当中，但是相似于法云地，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就相似位的贤，而不是圣。但是贤跟圣相似了，圣贤圣贤，这是根本的道义啊！懂得这根本道义。这有两颂，颂跟佛的善根相等啊，能与佛子及解脱深生净信永不退，以信而生智慧根，此善学者所行道。好像是讲回来了，咱们最初开始要信自己的心，能够信了跟佛的智慧，他的佛的解脱，你要相信深生净信永远不退。这个信不容易，以信生起智慧根，善行学者所行道，就是同佛的善根等佛善根，跟佛的善根相等。就像我眼睛啊，现在有点毛病，
看不清楚，把这个拿眼药水洗一洗，找医生看一看，把这衣除掉了就清净了。咱们现在就多成这么一点点，这眼睛不大清楚，说跟佛字啊，跟佛的解脱就不相等了。把这个衣除掉，就是净现，永远不退，你不退就成就了。是吧，能有一念息了之啊，一切众生无有余啊。了则了彼众生的心，了彼众生的性，无性啊，性即无性，跟佛的性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说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，众生根同这同佛的善根平等平等。一个是又经过修，把那一眼，我刚才讲的那眼的一眼除掉了，光明显现了。但是就除这么个一眼很难呢，难到什么程度呢？无量一劫修吧。